河北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，肩负着国家乒乓球队奥运会、世锦赛等大赛前的封闭训练任务。国家青年乒乓球队、全国各省优秀青少年的封闭训练任务，以及中国残疾人乒乓球队备战残奥会、锦标赛等世界大赛封闭训练任务。基地还承担了中国乒协的对外交流和训练任务，负责亚洲少年夏令营和国际青少年训练营等洲际性、世界性比赛和训练交流，先后接待了俄罗斯、瑞典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队，为中国和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与交流，为和平与友谊做出了贡献。基地坚持体教结合、滚动发展的教育模式，积累了丰富的乒乓球教学经验，形成了一整套人才培养机制。现有在校生210人，教职工142人，其中文化课教师42人，专职教练22人，学历达标率100%。学校始终秉承为队员个性成长铺路、为学生全面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，实施双培养、体教结合教育模式，以团结、务实、包容、共进为校训，形成了上德、求知、强记、成长的校风，爱岗、敬业、求实、创新的教风，勤学、励志、拼搏、奋进的学风。开设丰富多彩的乒乓球特色课堂，开展不同形式的传统文化教育，增强学生爱国思想和民族自豪感，以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全面发展的乒乓球后备人才。基地的中国乒乓球运动成就展馆布展面积1500平方米，以崭新的视角、独特的形式诠释了中国乒乓球文化，展示了正定基地的发展及中国乒乓球队的辉煌战绩，推动了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，激发了广大青少年的爱国热情。